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这样，我彩排的时候听你唱过。这一首歌叫《方向感》，然后方向感，方向感，然后是陈升哲特地挑选出来，然后送给高雄的朋友们，因为他觉得，就是每一个人应该要找寻自己的方向感，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，欢迎陈升哲。
Yeah.